Hello，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峰叔叔，欢迎收看今天的《爱因斯坦》最新的补充卡包的抽卡时间。那今天一样是请到了各位各种来宾，然后这次的主题就是，那个管理员的 O1 比拼赛，然后我就邀请了就是我频道的那个聊天室的那种各种管理员来，然后一起来这个抽卡比拼，然后总共有邀请到了4位。那首先先欢迎第一位。沙库，大家好，我是沙库。好，大家认得这个声音吧？你可以多点话啊。我今天抽了之后，运气全都爆炸，所以我打算把我今天剩下的运气全都拼在叔叔这边。你是说你是要争夺欧网吗？还是你要把叔叔抽烂一点？我要争夺欧王，我目标当欧王。哇哦，好，欧王轩辕。好，那我们第二位就欢迎的是奶茶。楠楠楠楠，我是奶茶。奶茶，你今天的目标是帮我抽到什么卡？我什么目标都不打算抽嘞、欸，什么都我不刚想就抽，说一张了，狗卡都不想抽就对了。因为我刚就说了，我打算拿你来过非洲院呢、啊，因为我还没抽、啊。抽那个什么抹灭之物之类的啊，好像不错哎、欸，好像不错，可以我们一年抽起来你抽要因最为多你是那抽满就个、欸、这样。东莫之海，可以帮你抽好抽满东莫之面我好像抽到了4只什么苏图恩啊，马尔杜克啊。哎、欸，马尔杜克。不要啦！我之前抽卡就是前一个礼拜让自己飞桌，然后才有那个那么欧的成绩啊。的确，你有没有分享还一是下你之前手的段。战绩？我看一下那时候是抽了多少。好，那我在你回想的今天期间，晚我先上介绍我也下抽一得起位。来，通通给我抽苏图 恩。好，我们下一位欢迎的是 AO。那 AO 的话，他是没有去语音的，但是他还是会他的灵魂跟我们一起抽卡。那他可能要在聊天室自己自我介绍。AO 聊天室靠你了，自我AO 介是灵魂绍。状态吗？对，他现在灵魂状态，他只有那个滑鼠会控制我的电脑这样。那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管理员兔西，耶，兔西也是一样啊，就是没有现身，但是一样就是在聊天室，就是跟大家知会一下喽。我很难得一次，不要那么难了、啊。等等，充完卡就有便当可以吃了，快！吃便当，下去超领晚，500，然后最后一个就超晚。是还有欢迎没有要抽卡的一拳，嗨，大家好，你是不是想讲一集？没有，就是一拳的功用是专门来吐槽的，对，太棒了，是这吐我们需槽。要一个吐槽役。OK 吗哦，？OK 好，那我第一个那啦，第一谁我第一？OK 个哦，28。我有。然后就由我自己来咯。来了目前抽卡的叔叔，，OK，让你看看瓦干达的骄傲。预计20包，然后最后我们还会比一下那个红卡的积分啊，还有金卡的积分。红卡来说的 OK。话是10分，对不对？金卡现在3分，啊，金卡剩三没有吧？分，三分吧。三分而已哦。五分、三分吧。你不是你之前不是用有那种吧？我记得大是这赛样。的那个？我记得我是用那个官方的那个抽卡积分来算，我记得是这样没错啊。我记得官方积分红卡是你那时候说红卡10分，金卡7分。金卡7分吗？金卡也太所高以分你，了吧，那个几率所以不上对次那个谁，上次是谁，忘记是谁抽金卡抽了20几张了。就是那个啊，一局，好，就由我先了。来，我要放我的专属 BGM，Go！所以说是几分啊？五，那个什么，啊，不然四还是分五好了。折中了5分，可是我觉要得吗？它的几率没有到5分呢、欸，没有到2倍差、欸。好对啊，那就4分了。四分，4分，来，差不多，好，试下去，抽了，开抽！来，防守，噔噔噔，防守，噔噔噔。这首歌怎么那么慢呢、为什么啊？好，我拔萝卜啊？我不知道啊，大家说拔萝卜。等一下，如果再抽到一张阿丽啊，或是兔妹怎么办？哎呀，那兔妹哦，就烧啊！烧啊！聊天室崩溃哦。马杜克绝对出来，后面全部马杜克。来，我们来拔萝卜。哎，有人开始喊防守，防守，噔噔噔，一人二十包，一人二十包，来吧。来，你先。湘北队防守，咚咚咚，开，
来，第一包抹灭之物，布罗蒂亚。哎呀，哎呀，我们应该用拔的，还对，这样往上滑，这样不错不错，先用拔的，拔的，拔罗，我拔，我拔，我拔，哦，哎，是在布罗蒂亚，你刚刚是喊布罗蒂亚，哎。好扯哦！你是来来来，抹灭之物，你是占卜师吧？怎么会这样？抹灭，怎么会这样？烧有月兔都烧。巴罗灭抹灭，巴罗波 B G N 克的什么？哎呀，开始走向非洲哦！快点拔起来，拔起来，拔起来，拔起来！哦，三金二十二，有这样的新卡还不错，还不错。可以。哎呀，最后两包，哎，我看到第八包之后用略过好了，略过神教。Skip 流，再一包，再一包。哎呦，略过，来，没有。没有，一红，多一张书签，一红七金，一红七金，嗯，先暂时先这样，然后再来，再十包，二十八，所以说是38分哦。这个 BGM 有毒，这个 BGM 有毒是吗？用力拔，苏图恩的呼朋引伴，帅。拔起来，拔起来，拔不动。耶！ Yeah. 哎呦，你是不是想 skip 流啊？有点想。别怒 skip 啊！这次抽到五包就 skip 了啊，交给你们表演了。结果后面五包全中啊！哦、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啊。我以前看过叔叔的一包两闪红，我已经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是这样吗？明明就是有些私底下抽的人都更欧，我只是刚好有开了。哇，我死心了！烧起，表现是烧起来！狼人之王华之，我看了下，看了下那个别人的资料来看。华兹其实好像蛮稳定的，很稳定啊，我还没试过啊，只是我听见说那个华兹报复仇好像二费天宫二费之王恶魔三费华兹四费就那个开血月啊，开血月下去直接打六点，好落略过了，还没还没还一包还一包还一包第五包，哎呀拔不到东西了，好 OK， 好略过，哦，你是退棋啦。啊！最后一张狼人之王华兹，好好哦，好好哦，好好吗？我想要头像。十一，二红。对，轮到我的回合了吗？请求工程师支援防守。防守，好爸爸。我觉得那个新，如果是新的卡的话，要不要再多加一点点？你说多一点分数吗？五分，我觉得应该不要吧，我觉得这样有点难算，是这样吗？有点难算，有点难算，嗯，会变比较复杂。对，还不要好，不要好。所以说，我们最后再算好了，先暂时搁置在这，然后靠聊天室的好心来帮我算了。OK， 四分。好，我们第二位欢迎的是沙沙库沙沙库沙库，那我们下一位欢迎沙库了。嗨嗨，晚上好。如果分享哦，没事。其实好像连抽的话，几率中红卡几率比较高、啊。等等，他抽那个，英国研究，他抽那个吗？好，加油，加油，加油，来，防守，等，聊天室绑起来，绑起来，防守，湘北队防守。我这边看超级卡的，好卡、欸，可以，你就看你要略过啊，看你要怎么刷啊，或者是有什么独门诀窍都可以。我 A A B Y T 上面看会卡吗 ？Y T 上不会 ，Y T 上不会。
就是我那 OK OK。昏暗之角，恭喜一级，一人二十包嘛啊！我好的红卡呢？这是最新的战略，就是跳个跳的奇数跟偶数，会不会当上非洲之王？最后一包略过了，好，可以。哎、欸，你没有点到？没按到，没按到。不然吧，只有一级，你这个非洲，哇，这个非洲来的，等我这边打一下啊。Wakanda forever， Wakanda forever， 猫头鹰也太惨了吧？好，可以了，可以。对啊，Wakanda其实蛮有钱的。哎，对啊，Wakanda不是投挺有钱的，就被这样了。就让我这边调一下啊，担心他有十五包。沙库是边境部落的哦。我靠！我是不是刚是在非洲啊？协同纯正的刚果居民，刚果居民。我靠！结果我是今天的防守王吗？结果也是今天的防守王吗？来综合一下那个欧运是不是？一斤。好，就是这样了，继续吧。超黑耶！我天哪！刚过来的，恭喜田同天营地，肤色逐渐变黑。流言蜚语啊！周五超透吧，这是怎样开始要飞各种非洲造句了吗？吹，黑的好啊，水哦，这个聊天室我觉得太，我觉得聊天室有伤，越来越不伤。伟大的酋长又带有人认定，眼前的黑不是黑。啊，我大酋长、哦大王，可以。哎、欸，雪人大王，你有主战者对不对？请任命支持雪人战大王，亮的血脉哎。哇，亮起来了！那名字是那个雪人大王，还有老鼠。难道说就只有金卡了吗？不会吧！你为什么？你把你的非洲运气带过来了？为什么？地破、啊！还有十包！哇，两级，两级，三级，三，可以，继续吧。还有十分钟，有人说是 B G M 的问题、欸，这我就不知道了。光抽卡，完了，我想换一下 B G M。最后会差一包吗？没有，我们那个马杜哥不是毕业啊。酋长，非洲人聚会，可以啊。哦，大哥果然不负众望，直接变黑。聊天室好亏哦，好可怕哦！站着没用，太可怕了！你真的好可怕哦！我觉得你开完我的之后，你应该要赶快开你的账号。聊天室，赶快开！哎，非洲过去，赶快开！现在抽一定很欧，对啊，新的，哦，新的，哪里有？有，至少来一个恶魔伯爵。开始哦！哦，有一张，有一张新的，有一张，哦有。飞灵啊！没有，黑白，这给那个嘛无心之斗嘛。哎，对，好像没抽无心哎。虽然说那张我觉得没有很强，但是我还是想要，想看那张动卡变强。我觉得那个人七飞豹能选六一的超强。哦，七飞豹能比较强。对，26张，最后一张，我刚刷完的，好了，感觉我很惨。怎么这样子啊？海底捞月，哇！好了，那从今以后我们沙苦就卸下管理员的职务了。原来是惩罚比赛吗？有惩罚的，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先说？没有啦，开玩笑。哇，真的天赐你很开心。哇，要好往好处想啊，这样子的叔叔就不用被退订。对啦，他其实是为了我的那个订阅数而关心。人家沙口用心良苦，你不懂。对，沙口用心良苦。啊，接着其实刚刚狼人出现的时候已经退起来了，其实好了。对，接着下一位的话是 NNO， 然后一样也是二十包，可以，来吧。我发现他这边很故意的，就是把飞灵放在第一个，左边那个图片。
对啊，他自己另外一个主打主战者一样，看对，就是主战者，然后反而是月兔跟那个阿弟还被排挤在后面。对啊，两大看板也被他被挤到后面去了。L 上，加油啊 ！L 加油！看到非洲人的骄傲。反正再抽也不会比沙谷惨、啊。哦，两只马上赢了，马上赢了沙谷的第一前五包。一抽就被吊打了。沙谷要吊起来打，我愿意吊起来打。三金的三金的沙谷被吊起来打，沙谷被公开出。来再来，再酝酿哦。哦，哎，还是不要酝酿好了，就还是直接抽好了。守住，是说傻谷，你刚刚抽的时候是52分呢、欸？你怎么那么飞啊？对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觉得不太可能呢、欸。52分神器票也输哎、欸，我没有红一金。哎、欸，原来少林先生的椅子会动哦、喔。嗯，对啊，那个少林的，他很帅。来吧，红卡没有哦。有没有暗黑兵法、啊？比如说有什么？用什么什么什么？用鼻子抽卡啊之类的。如果是手机的话就可以。欸、其实我可以哦，因为我鼻钉有触控面板。哦，是哦。哦哟，怎么你又可以用那个啊？用手肘抽卡啊？用舌头抽啊之类的。用舌头抽，不要、啊，舌头有点湿、欸，家里有都不能拿出来啊，它会脏掉。各种邪门歪道，我先冒牌，冒牌半笔。十包就先屌打沙库一波了，十招就可以抽比我还好。哇！天哪！哦，有一金。哇，今天不是要抽卡啊？也、欸、是、欸、巨狼真的很多戏耶、欸。对啊。半笔，超爱来闹。等，十包就直接六来。沙库直接被吊打、啊，被十包吊打，糟糕！完了！今天的守门员 MVP。哇！好，我们接下来就是继续喽，再十包吧。稍微调大声一点。酋长讲话中，酋长讲话中，好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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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直接下桌讲。不，总不可能这一包连个金都没有吧？好强！那我利用舌头抽是谁啊？看 FGO 的玄学有道理，用舌头抽了，也太厉害了吧！什么？如果我能把电脑这样弄，我也就 我可以进去世界纪录了。欸、对，我好像统计下来第一，这个是全，这是全闪包，全闪包没有红卡，没有飞金，一个金都没有，没红飞金。嗯，哦、欸，好像以统计下来第一天，该门第一天抽的都不太好。对啊，我们是对啊。第一天好惨啊、欸！我觉得改，那是改版第二天抽的。那个时间呢、啊？那个时间点就是，比如你晚上抽，好像什么抽都是那几张。对吗？就是你那几个职业就抽到的都是那几张，那几个职业的卡。其实中红卡都是同一张。我那时候好像改，那时候改版我是第二天抽的。嗯。全部都是出现了各种阴谋论。哦，有一张金。开始讲说 CUI 的阴谋论。啊！交给我飞顶啦、啊，其他什么都不算。哦，略过了，略过了，有吗？略过了。哦，斑比，斑比，一金一红，斑比再加14分，22，斑比又来找我了。好啊，可以啦，至少有只斑比嘛。七，那我们再來就是奶茶喽。那我们吐气就是压走了。OK， 谢谢 A O。嗯嗯，好卡哦！天哪，今天好飞哦，没关系。20包嘛、哦，嗯，我的画面是顺的就好。超卡哎、欸，我的天！当初泳装泥土就该你被抽大发。哎呀，我、哦、顺了。直接一发、啊，哇！好惨哦，需要大家帮忙哦。100包比我开之前开那个什么60包还烂，太多了吧？至少补成，把前面的补成每十抽就有一红吧。哇哇，抽奶茶了！我难道是要付非洲运的吗？哇！
们要组一团，组一团，组一团，不要这样。要搬那个非洲的身份证给阿叔了。没有是你们吧？我不觉得。没有，哦，这个还要神卡，这个还行，这个还行。可以。金海，哎呀，神天当非洲王也不错啊。嘎伟。图坦卡门跑出来，有吗？会吗？会吗？看一下。对啊，我这，对啊，身为非洲人应该要抽图坦卡门的，对啊。我大西诺塔多罗。图坦卡门我还蛮想号的，还行啊，感觉蛮好玩。没有，天哪！阿叔守不住了，完了啦！找错人了啦，今天的这计划，哇，直接关掉了，不抽了，放送事故，放送事故，快打电话给工程师啊！两金就不行啊！赶快打电话给工程师，赶快，我直播做不下去，赶快先汇钱过去。啊，继续吧，叔叔任命吧。嗯，这样我点不到。好，可以了。叔叔的目标达成了吗？没有。然后你下面更新一个斑比了。在卡和变黄金龟的时候在搏我。苏图恩，苏图恩，防守的好啊。非洲人啊，你看多黑多黑啊。我靠，七同一赢。为什么？哦，好扯！我发现每次那个位置都差不多，就是很像出一张红卡跟不是一张银卡跟三张银卡，每个位置都差不多。冰箱自己，不拉好多张哦哦，好扯哦，好扯哦！天哪，我们这个基地是被调低啊！哦，有神卡，龙凯战士，有龙凯战士。听说龙凯战士还不错。阿波罗被虐得很惨，我看那效果就觉得蛮强的。我好绝望，我觉得指定可以玩啊，无限制就太大了，直接就踏什么出来了。完了！人生怎么绝望？糟糕，不太妙，三十六张了。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三 K 最近要做动画，所以说他们需要更大的资金。储起来，觉得资金不足，对，资金不足，赶快在那边偷偷下调机。这一包第十包，看能不能来个三桶。能寄托在这八张上面？有吗？没有。哇！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大家不要抽卡，今天绝对不能抽卡，今天不适合抽卡，真的不要。耶、yeah, ！我有赢，傻酷！不要跟我比，好不好？赢了一张，蛮比。好，这一位就是欢迎兔西喽。因为你自己追欧哎，为什么要找我们？对，我自己追欧哎，怎么会这样？当补血。兔西，靠你拯救世界！我压力山大。兔西讲。我们拯救世界啊，师傅！我也是靠兔西啊。兔西，你这二十包要七红，他才赚得回来。太夸张了，对啊，要七红才有一百包保底耶。对啊，一百不是要有十张吗？一百包应该有十张啊。哦，有两哦，这个开局不错。有一张龙凯战士，我错了，我应该要赶快扣一级回来。一级大大，你自己，我需要一级大大，不行，依靠你了。哦，有了，关注东西，有，哎，停下，哎，有回来。阿卡斯的 CP 是谁？四天章，好有名，我觉得有点，你又不是妹子，露什么腿？有人说那个他的动作跟卡阿波斯有87%像，都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然后翘一翘翘二郎腿。不要翻出卡阿波斯哦，谢谢各位观众。算，突袭，靠你了！突袭！我扯了，大家不要听了，是压轴。大家都很清楚，
就冲马桶的声音吗？自己去厕所就听得到。不让观众知道前面在骗订阅。没有啊。哇哦，少少哇，突击。啊！退起来，聊天室退起来。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影片，你 like 请下去，谢谢各位观众。前面没有，不行啊，聊天室爆炸。哇，我们当牺牲品哎！继续 keep 了，可能都停他在脚下。天哪！对了，已经不是 keep 了，看他们怎么样啊。东西再冲下去不得了，东西、欸、要不要等一下你们来帮我冲啊？可以吗？协同验证。我突击血量干嘛？血吸血量略过了吗？他略过，他略过了。原来这是兔子。没有了，三张没有。前面都在骗同机，没有没有，怎么会变这样？就说不要再骗订阅了。都是那个老薛，都是一拳在那边预言。哦，对你毕业了，毕业了，游戏开始。不是啊，还有飞顶啊！啊，我用做的，刚刚停坐下的，都可以。耶，这游戏可以删了，做一张飞顶来用。哦。叔叔很心急，叔叔很心急。观众虽然跟观众表示不满，死还是新的，是不是体质超标的？我觉得还蛮不错。天哪！好了 ，skip 了啦，我不想看了啦，看不下去了。真的很喜欢，在游戏推进啊，快点！太扯了啦！哦，炸了啦！我没有狗妹啊，我喜欢狗妹。色游戏，叔叔，我手机里面叔叔，叔叔要裸体控牌组，哎，要笑笑飞，现在有点没有时间那个。啊！班米又出现了，不愧是兔星，一定跟工程师官商勾结。你刚刚特别丢在要怎么丢？有点困难。好扯，跟我刚刚抽的同样一个游戏哦。抽零，不会来了啦，飞灵不会来了，不要看飞灵啦，给我飞灵，我就可以结束了，不抽了，不抽，就不抽最好了，不会来，好了，只好做飞灵，用狠的啦，我打刚来跪你，我想要那个飞灵闪的啦，为什么有人都抽得到？真的是啊，就那么脏，这样很贪心吗？哦哦，大扶手，扯好了，突袭好强。突击真的给我拉比了、欸！你不准给我用月兔，你说伊利亚有伊利亚要封印月兔，好扯哦！我自己按掉了，白痴！哇，刚有几斤？我自己按掉了，管他斤了啦！哦，哎、欸，现在已经不用算了，那个观众可以看回去看一下，那个总共几斤几斤几红？不用算了啦，反正就是不用算了。你说不用算，这是突袭赢了吗？已经结束了，谁哦？突袭赢了啊！走比啊！突袭先不要走，叔叔先不要走。我还有900块、欸。哎、欸，900块我帮你抽，900我帮你抽。好了，聊天室看谁？我们900块，我们聊天室这些，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就是这五个人，加上一拳，好了，你们看要给谁抽？哇、哦、天哪！我想给兔西抽哎、欸，怎么办？给谁抽就把那900块抽完。哇！兔西不想抽了，快刷起来，是不是刷起来？兔西抽到怕了。哇！我们看一下，我有点忘记。明天不敢出门。获得记录。哎、欸，这哦，这超难看哎、欸，我抽了。我刚刚几斤啊？有人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兔蜥五，有人叫我超爱怎么办？好五好吗？我操啊！怎么办？有人叫什么元超怎么办？不是你最近哦，还可以骂周。聊天室刷起来了，聊天室都是沙谷沙谷叔叔叔叔沙谷沙谷沙谷叔叔沙谷。哇，这个我看不出来啊，我看不出来。啊、我们两个很像很接近哎、欸。非洲 啊，不然我们一人一半好了、啊。啊，不然那个好了，最非洲的两个人来。最非两个人决斗吗？对，我跟你决斗，我跟你决斗。啊、要不要？刚是沙库跟谁最飞？我跟、欸、他不给我多一张金吗？对啊，我跟你那个差一。来来，非洲人真爆炸呢，反正欧洲人一人四抽，一人四抽，一人四抽。好，来。为什么可以在同一个影片里面有一堆非洲人跟一个欧大爆炸？哎呦，等一下，那我先跟你对决，我先跟你对决，最后一个让 AL 抽。最后一个让 AL 抽啊！那我刚刚兔西那个算出来了，他是第二包是抽了三金，然后我这边就加上去了。哇！像沙库跟兔西很像是，一个是鹰眼，一个是钢铁人这样。好，你们抽吧。所以现在是谁？现在是谁？B 卷有差。沙库，我跟你要谁先？沙库先吧。还是我要压走？随便拉。好，那我先，那我先。好，奶茶先吗？音乐呢？音乐一样吗？我至少要抽一张红出来。音乐就随便吧，随便吧。啊，阿叔跟大家讲，其实是工商账号。没有啦。啊，我们继续游戏王吧。噔噔噔噔，啊，不是那堆可能。噔噔噔噔噔噔。哎呦，好大声！来吧，来吧，来吧，很大声吗？拜兔西为师，可是为什么抽不出来呢？来吧，来吧，抽吧，四抽嘛哈，四抽，把钱抽完了，我觉得抽到飞顶为止。他没有飞顶，我这边还没连上去。小卡拿出来，等一下，再连。我们现在接着的话，这边是加码会外赛，由最非洲的两位要来单挑，那我们是奶茶先抽这四包，我们把最后的钱给开光。原本是要欧洲偷卡决定赛，然后变成跟原本的包啊被盗了。现在看着是非洲酋长。阿叔抽到兔妹就已经什么都不管了、啊。好抖啊！没有，一下叫飞顶完全没有关系。要飞顶，我想要单卡飞顶。然后阿叔就有人在敲门，麦当劳欢乐颂。哦，两斤有洋葱，压力大起来了。这影片有洋葱。有一金，对哦，这变化都是金卡，金卡王哎、欸，好卡好卡好卡，啊，有金，不绝，每抽都有金，别过 ，skip， 这是什么啊？反面四金，金卡王，十一个，啊，换沙库，沙库多抽四包还是没有阿叔强、欸，改错了，不是 AO， 哦。等一下换谁？这样换 OK。AO 变成24了，可以。欸、其实刚刚还有什么？黑兔，五张。兔西抽五张红卡，还有抽到那个，突然都忘光了。他有抽到一张、两张斑比吗？还有一张斑比吗？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黑兔斑比。哦，还有一个空间城寨、哦、大幅抽，空间城寨。然后都是汉子，就没了，都是汉子。周杰，来换沙谷，他抽一张哎、欸，吐下一张，好吐那个沙谷上吧。我们接下来换沙谷喽， okay, 四抽，换沙谷四抽，沙谷四抽，指定今天的抽蛋，到底会？我跟他播了，真的，我要抓一下那个沙谷的歌的名字。就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怎么了？这样好了，我这边自己说啊，你们要不要看分享荧幕？好啊。可是你这样，他只能分享一边哦，就是他只会先看我。如果你抢走，就变你的了。来、哦，也是啊。各位观众，来，非洲酋长沙库跟奶茶最后的对决。来，直接按越过。
飞碟在我家，飞碟在我家，真的假的？越过流，好，真的越过流，哦，哦，有两张，哇，直接打，要要打那个奶茶，要打哎，要打了，哇，要打奶茶，翻身啦，翻身啦，不过飞走远啦，我要去抽我的。什么？花之露妮，不管我来抽，好扯啊、哦！不管来抽自己的，大家都不抽自己的。好了，最后就是最后压轴的 AO 的在最后一包了。图片之源，那些机会永远不属于我。来看，大家要不要来看？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影片，我吧。真男人就是要四抽两红啊！哇，天哪！最近飙月台，你是不是在隐藏实力啊？我比你们 O 哎！只是我希望我还有再100包，我觉得后面开始会变好。你还有魔法小卡、啊？最后一包了，最后一包了，看 AO 的这一包的究竟是如何？如果没有换 P 5的歌，加好几哇！一斤，一斤，一斤，换我换我换你，还有吗？没了吧？哦，你说你的，我是我的啊！可大家看一下你的画面。阿鼠，你不是还有那个时空转身的卡包？没了，我全部抽完了。没了，他抽完了。我刚刚就全部看过，没人看，没有抽到。恭喜没有飞灵，对啊，飞灵呢？我的心好痛哦。欸，忘记做个结算欸，忘记做个结算啊，我后置结算好了，不用结算了啦，看到那个月兔就知道输了。对啊，是是，这一定是兔心赢啊，这个就不用算了，你看还有谁有算呢？0.2%，64分，我64分，然后呢？沙库几分？沙库是20，74，74，28，48分。不及格 ，QQ。那 AO 的话是42分，奶茶的话是44分。奶茶还小赢吗？你有加我的吗？好像你有没有吧？你没有加我那个吧？什么加你的什么？没事没事没事。所以说这样子我赢 AO。对啊，为什么 AO 啊，因为你金卡稍微多了三张，高补齐。这样子而已，小胜。都是抽比较多啦。然后再来就是兔西的那个40分、40分、60分加上92分。哇天哪！对，本身对不对？那黑兔要算30啊，黑兔。算30啊，算30吗？那就102分。Hi guys, my guy here. Are you guys excited for the new game? 太惨了！这是什么？好可怕！三位数，好扯！我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我不知道，真的是同一个游戏。烧兔西，烧兔西，财神，几个很不要，不准烧兔西，烧兔西，烧兔西，真不愧是师傅，好。那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今天的抽卡的新的卡到底抽到了哪些红卡。哦，有两张的狼人之王，好扯哦！一张的雀蓝的大扶手，一张的幽灵支配者阿卡斯啊，我手机到阿卡斯，一张的空天城塞，然后接着的话还有就是抽到两张的斑比，斑比直接抽满，我刚那样子是，我刚那样子是几抽？几抽几红？你刚刚几抽？48啊！我58。58哦，58。哇，那少一张。四红啊，多少？好啦，那今天的成果就是这样。你看这个，哎，来，今天我觉得那个金卡好难中哦，我也抽不到。对啊，那个五星之洞很奇怪，对不对？怪怪的，五星之洞18是做坏、欸。好，那我收尾哦。好、OK 好，那如果喜欢我的抽卡的直播的话，欢迎点一下订阅，在订阅旁边有个铃铛，
可以随时关注我最新的直播动态哦。那我们下回见哦，拜拜，拜拜，你们要拜拜、啊、拜拜拜拜拜拜，再见。好了，这是假的拜拜，我们真的就是继续吧。